这是我特意看完的两管汉油助焊机，一管乳白色，一管金黄色，性能都一样。而这些呢，是我自己调配的汉油助焊机，一共有六种类型，一号、二号呈膏状，一个是金黄色，一个乳白色，三号、四号一个金黄色，一个清澈透明，呈流体状态，流动性好。五号、六号呈半流体状态，颜色一个是金黄色，一个乳白色。现在测试一下我购买的专业汉油，这是一个老式的内存条，内存颗粒上面的汗脚很多。涂抹汉油之后，用汗丝进行脱汗，焊接过程当中，汗油融化之后，流动性、浸顺非常好，汗点光洁饱满。唯一不足的就是烟大了一点。然后我再用我自己调配的进行焊接测试，先用的是这种半流体状态的，再涂一点上去，再用吸湿涂焊看效果，大家看到没有，流动性、浸润性都非常好，焊点光洁饱满，一点都不透离带水，并且烟雾也很小，并且清洗也非常方便。再看看这种乳白色的，这是我自研的配方，安全可靠，没有刺激性气味，成品呈中性，不会腐蚀线路板，并且绝缘性非常好。最关键的是原材料很容易找，并且非常便宜，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喜好按比例配置成各种形状的、各种类型的。如果你喜欢或者有需要，配置方法分享给大家。